什么？刚下刚下，给他讲几句啊，好好哦。啊，谢谢。好，我拜。我今天还做观众的。我拜，我去做一个拜拜。哦，那是不求多，不求多。哇，我的观众朋友要求也是很高。嗯。今天呢都没有发生。哇，不记得求佛耶，然后讲，哎呦，不是了。哎呀，有通吃就好，我卖摇啦，卖摇。啊，你爱食烧烧啊，当初吹吹咧，吹吹。我咧放一个后背，我咧折折咧，那里有烧。我刚才好，放你好背，那你一定要赶紧修啊！自然修。哦，这一期的观众是100分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那我们一人分一粒了哈、哦，谢谢大家。如果等一下有剩的话，我们再分一人多几粒。哦，阿啾哈，感谢狼哥，谢谢。来，然后小兰节目的继续，我们马上欢迎我们的荔枝为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。好的，那第一首是李氏朋友的点唱，好，点的一首大家都。肯定有听过，因为我们这位李氏也是歌台的超级发烧友啊。哦，是吗？你难怪有人去看歌台，所以你能唱什么歌好听，伊拢会知影。嗯，点了一首《小树桃》。小苹果啦。小树桃就是秀秀秀桃。叫秀桃。秀桃。秀桃。哦，讲袂准啊。不是树桃。秀桃。秀桃。啊，寿桃。寿桃。对，喜欢树桃嘞。来了。一起来欣赏这首哦，来，小苹果，今天是修多好，是高音嘛，那个，来，那我们换一首小苹果，苹果战鼓，谢谢拜拜，谢谢。我从小就看从此，从你父母来到世上，今天是这位大儿子。